林山妹妹在这山洞里。不好，赶紧进去。你干嘛？怕你冷。有人来了。林山妹妹。这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秦晨，你对灵山郡主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还衣衫不整，陈少他……秦晨，你给我走开！你对灵山妹妹做了什么？你这个衣冠禽兽！灵山妹妹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怎么样了？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紫萱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刚刚我中了念无极的无相魂毒，秦晨是在帮我解毒呢。是这样？嗯，你确定他没对你做什么吗？紫萱姐姐，快把衣服穿好，没事就好。那念无极等人呢？为什么你会在这儿？念无极和曹恒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太上宗主死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死呀？这不会啊！这太吓人了。就是这样。诸位，念无极和曹恒一死，昭国和鬼仙派定然不肯罢休。今天之事，除了我们几个，绝不能泄露给任何人。违令者，斩！请殿下，公主放心，我王启明定当守口如瓶。我等定当守口如瓶。小湛，这次你大玄国已经淘汰了70多人了吧？这可比上届足足多了一倍啊。尉迟老爹，我记得上届大选到最后只剩下19个人了。看来今年将更加的凄惨呢。紫薰公主，清晨，你们可千万不要有事啊！小湛，快过去看看，说不定又是你大选。左庭、王凤，怎么是你们两个？将军，是赵。尉迟城，难道你连你昭国子弟都不认识了吗？休要得意。屠戮，你又怎么了？尉迟城，你昭国的报应来了。小湛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大昭也只不过淘汰了几名弟子而已，和你大玄国比起来
还差得远呢。林中，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鬼仙派的人。哼，可笑！我鬼仙派可不像你全国弟子那么的没用。凌霄，怎么是你？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接二连三的有人被传送出来，难道是里面发生了什么乱战？啊，说的是乱战？对呀，是，确实。没想到，还真是你鬼仙派的人呢。哼，小詹，你等着。情况不对，我鬼仙派和大招弟子接连被淘汰出局，看来这里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这就叫医师去医治，等他们几个清醒之后再打探清楚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仪式，快！一定要把他给我救活。怎么样？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快说。是全国四皇子赵伟带着人围堵我大招弟子。什么？大玄居然还有还手之力？那三皇子和宁无极呢？这两个不成器的家伙为什么没有出手阻止？我们已经许久没有看到三皇子殿下和宁无极少宗主了。还这两个不成器的家伙一定是跑哪里鬼混去了。大玄有多少人？我没看见。废物！一群废物！还是把他救活吧。时辰已到，考核结束。李清风出来了，快找殿下和公主。是。殿下，公主，拦住李清风！怎么回事？李清风在试炼之地对我痛下杀手，若非王启明，恐怕
我已经死在里面了。竟有此事！叶魂，将此人擒住，待我稍后审问。是，灵武王大人。灵武王大人，在。公主，眼下正是大比之时，我们回去再说。走。哎，这几个小鬼怎么还没有死啊？这三皇子跟念无极干什么吃的？这点小事都干不好。哼，不对，他们应该早出来了才对啊。玉之城，这少宗主和三皇子殿下怎么还没出来啊？你赶快找一找啊。魔皇，让老夫来寻一寻。看来这次大昭国和鬼仙派陨落了不少高手。上界五国大比，玄国的弟子陨落的最多，这次好像变了，不但普通的弟子陨落，就连曹恒和念无极这样的天才到现在了还没出来，莫非是已经陨落了？不可能，像他们这样的高手身上还带着玉牌，有谁能够杀死他们？就算是遇到危险，完全可以传送出来。他们说的是不是曹恒跟念无极啊？已经陨落了呀，咱们都看到他们的尸体了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玉池城，你要对我大幽国弟子做什么？韦天明，此人说我大昭三皇子已经陨落，老夫只是想问个清楚罢了。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说清楚。是这样的，前天我们几个正在历练，忽然听到附近传来打斗声，于是急忙赶过去，可是到了那里之后，战斗已经结束了，地上就有曹恒和念无极的尸体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确定那是三皇子跟念少宗主？没错，而且他们也都看见了。弟子也看见了，确实是曹恒和念无极啊。现场还有大昭国，还有鬼仙派的其他武者。怎么可能呢？啊！对了，清风呢？他不就在那儿吗？他胳膊怎么受伤了？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清风。秦风，你的手。我在出世之地遇上一头卑劣血兽，
一不小心被他偷袭得逞。秦晨，你说是吗？哼，可能是上天觉得你心术不正，想让你以后夹起尾巴做人吧。这次大选能够如此顺利，还多亏了秦晨你啊。若不是你设计杀了曹恒和聂无极，恐怕我们大玄会损失惨重吧。队长，秦晨干的，这就是什么？秦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可是我亲眼所见，灵山郡主当时也在场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动手，混账小儿，拿命来！推开！小詹，你大玄弟子竟敢杀我大昭皇嗣！今天老夫就是拼了性命也要将这小贼击杀。嗯，住手！就凭你也配阻我？滚开！秦晨小儿，拿命来！陈少，小心！找死！天明，此子暗害我大昭三皇子曹恒，今日我必杀之。韦天明，你退后。此子不死，我鬼仙派在西北如何立足？五国大比已经结束，各方势力都不得在事后出手，这是当年定下的规矩，谁敢违抗？你谁说曹恒和念无极当时是死于我手啊？你们在试炼之地跟曹恒念无极交过手，再加上秦风所说，不是你还会是谁？也只有你们两个白痴会信秦风的话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整个大玄国都知道秦风跟我有仇，而且他刚才口口声声说亲眼看到我下毒，说明他当时就埋伏在现场，而且
论实力，秦风才更像是杀人凶手吧。五国之中，除了幽千雪，也只有秦风有斩杀曹恒和念无极的可能。秦尘，你休想狡辩。曹恒和念无极是中了你的毒之后，体内无法聚集真气，被你一剑斩杀。那还请这位朋友帮忙描述一下曹恒和念无极当时的死状了。我，你大可放心，如实说来。曹恒和念无极两人尸身凄惨，应该是经历了一番大战。至于中没中毒，弟子不知。那诸位都听到了，曹恒和念无极二人是经历了一场大战而死，但是以弟子微薄的修为，能从二人手中逃脱已是十分困难。该死，为了增加说服力，我故意说两人是中毒而死，这下麻烦了。你下毒后自然极力拖延，等到毒发之际再出招取他二人性命，这有何不对？秦风，看来你还没发觉啊！你口口声声说当时就在现场，却在我跟灵山郡主身处危难时做必胜官。待我跟灵山郡主侥幸逃脱之后，曹恒和念无极二人经历一场大战之后被斩杀，而你，秦风，手臂又恰巧受了伤。我不管诸位信不信，反正我是觉得这有可能确实是个巧合。哎，依我看，秦尘说的也不无道理啊。那位朋友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没什么。快说，是不是跟三皇子的死有关？尉迟城，你又要做什么？我不想做什么，只是想查明三皇子的死因。韦天明，若是你大幽弟子知情不报，老夫定不会轻饶。你只管开口。弟子在地上看到散落了一截衣物，这截衣物跟秦风之前穿的一模一样。秦风，哦，我明白了，那秦风啊，肯定是隐藏在现场观察双方对决，待秦尘和灵山郡主狼狈逃走之后再暗下杀手。哼，当时两位天骄肯定是精疲力竭，面对秦风的偷袭如何能够抵挡呢？好在两人修为不凡，临死前拼死斩伤了秦风。哼，这一场对决真是惨烈啊。你们别听这小子胡说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。你说我杀了曹恒和聂无极，那你当时又是怎么逃过追杀的？幸亏当时我手上有一张破空针符，我跟灵山郡主才得以逃脱。施展破空针符之后，空间震荡迟迟没有消退。诸位如果不信的话，可以到现场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施展过破空针符的痕迹。你。秦风，
你居然杀了三皇子殿下！少宗主，真的是死在你的手里！清晨，你好歹毒！明明是你杀的人，却栽赃嫁祸于我。秦风，其实歹毒的人一直都是你吧？今日虽然你对我不仁，但我却不能对你不义。生死考核，生死有命。你们昭国和鬼仙派仗势欺人，破坏规矩，我秦尘怎能坐视不管？你们二人要想杀秦风，就先从我秦尘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我大玄国没有孬种。都这种时候了，秦尘还在为秦风说话，这种气度令人佩服。明明是被诬陷，还与大局为重，以德报怨，真是有情有义，佩服。看看秦尘，再看看秦风，天差地别啊。你们这些卑鄙的玄人，就是把你们都杀光，也不够给三殿下偿命的。少宗主不会白死的。韦天明，你为何还是阻我？五国大比的规矩是五国一起定下的，你二人若是执迷不悟，休怪我不给情面。你好，今日之事我大昭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秦风，你的项上人头我鬼仙派要定了，你等着。看来五国又要开始动乱了。诸位，生死历练就此结束，半年后则是擂台对决，老朽在古南都恭候诸位大驾光临。